没放盐。哦，没放盐。酱油呢？放酱油就。咋的？菜早餐是你炒的？啊。好吃，你尝尝，一个人炒一个味儿。不给他面子。妈，他不饿，不用管他。俺家大美女出来了。干啥？快点快点吃，吃完咱俩还得出发呢，咱俩骑自行车呀。那骑车真慢了，天天快点啊！我给你带了果汁啊，你上火地那喝啊。嗯。这个可以给我当午饭了。快点吃啊，咱俩得骑自行车。爸爸，先给我来一杯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。快，姑娘，来骑我俩的小车车。加速了啊！嘿嘿嘿。好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慢点啊。给我姑娘送到学校，骑车去找我姐，我上棚地那儿卖苗去。到达战场，我棚地咱能忙呢。那个好，那个好，对。来糖，来了就来糖了。我是雨神嘛，刚到这就下雨了。都是甜式的，那要那个好吃吗？啊，那个那个反正买的多。那串根吗？这小子光喊我喝水。你车在这儿呢啊，东西呢，东西我放在他车里呢。不是，他有水。小李子同志早上给我炸的，完了氧化了。苹果汁啊。苹果跟香蕉。我直接喝行吗？可以。没发酵能喝吗？发酵完了拉肚呗。酵素。啊，味儿挺好。我的任务就一天喝这一大杯水。你完成了吗？没完成。你还给我套起点儿，这小子骑我自行车去买饭去了。来点啥鸟啊？羊，我来一个。你家阳台够动吗？小平平来了。你看我最近晒黑了。我还没完成吗？是不是？打包饭的回来了。收拾十万，我能老点看摊儿吗？也是啊，走了，大老板。慢点，你能过去吗？让刘一平在这吃饭，这不吃，我棚里都给带出来了，走了。本来我的午饭就打算喝这个了。麻辣香锅，终于见点绿色的了，之前那全是荤的。完了，下雨了。咱遇浇不到的。戴帽子，咱这有棚。那有棚吗？咱有俩棚。咱有车棚，还有人棚。一盒黄瓜，一盒草莓羊吗？四个五块钱花吧。五毛钱辣椒。你那是一块钱辣椒。这点点全我喝了，回家刷就行了啊。明天再带点换口啊。嗯。吃完饭又下雨了。天天起早贪黑的，皇帝太累了，让他上车上小睡一会儿。这功夫下雨还挺凉快的。这个帽子是特别好啊，天气晒的时候把帽檐拿前面来，下雨的时候还能挡雨，光前面这边。啊？说啥？我说啥呢？